今晚加班，我今晚还真不凑巧，兄弟们。我妈约了我今晚吃饭，啊，这还真的不凑巧。我妈约我今晚五六点钟吃饭的，真的很不巧。不然我今天肯定加个班，但真的是我妈约了五六点吃饭。别这么早，对，就是当婚车嘛。对啊，我待会还要去洗个车啊，兄弟们。我待会还得洗车的，我那车脏的要死，待会还得出去洗个车，洗个车晚上吃个饭，明天早上早起。你怎么知道早起是当婚车呀？当司机，兄弟们。全军出击。来一波声东击西啊，兄弟们！这么亏吗？应该是犯失误了，不然这不可能啊。我得帮 Timo 推线呀，不然他这个线玩不了，有点。这就妈尬住了呀，有点推的太强行了。亏呀，兄弟们，亏麻了。
难受，被对面联动死了。漂亮，给了我一个机会。那下路又打不过呀。 没刷，可惜，少拿一层。我的天哪！不是知道在吗？ 他们俩这样子是太难玩了。 挂错被动了，不过也不好杀。先刷个海妖吧，兄弟们，刷个海妖。 帮不了，这下路帮不了。第一波帮妈被人家双杀，出来又被线杀了，真没办法帮。他们这自己对线打太差了。 我一个在下半区都玩的有那么点舒服呀。 三层喽！
下塔都已经爆掉了，太疯了！算了，我都不知道打字说他俩啥了。 都不知道说啥了，他们下路就是不送这把随便赢，真的随便赢了。对面这个说实话，中上这一把我们中上还行的，下主要下路送了，导致弗雷哥都他妈捡起来了，真是捡起来的。他们俩把对面三个人都养的太肥了。 难搞，很难放啊！节奏就对面这把节奏太快，节奏太快，10分钟一塔就没了，就不好拖。 三项吧，这把三项吧。他们总是无法做好准备，上方队长不会回来。
看闷了，真的，这轮的落我看闷了。哇、哦！也，他绝活应该直接选风雨的，他又不先出，玩个这个他又不会，妈好难受啊！好难受啊！玩的我操！我给了，我给了，打的就两个字，妈难受。783，哎，不过说实话，对面送起来了，送起来了，对面送起来了，送起来了，有那么点机会了，我说实话，有那么点机会。魁子这个点发育好的话，还是打团能打的，能顶。我现在也拿到四层印记了，加油吧。说对面送起来了，对面送起来了。对面已经乱了，已经乱了，加油，有机会。我本来都感觉这把铁定没了，现在还好起来了。买个装备，对面真敢直接打吗？感觉这波团对面要炸。还行还行还行。
还行，这个结局还行。我操！我他妈真没想到对面。哦，还行，不亏的。不亏不亏，这样子就不亏的，杀完了。八成运气了，他们卢仙还交闪了。我现在装备爆炸的，他们已经乱了。按不出来，按不出来，我操！按不出来啊，兄弟们！哇，难受！哎呦，又给对面他妈找了个机会，我操！我大招想救这个辅助啊！哎呦，为什么要想着救他呀？凭什么呀？我操！啊，我这不救他没办法了。哇，难受！这波妈，这波打输的太难受了。我干！这波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。没事，还能吧。
老牛是有闪现二连的，被控了6秒钟，真不好打，现在真不好打，但是还有机会了。 来吧，怼伤害。 乱了呀！我给我打迷了，我操妈的，给我打迷了，兄弟们，好难受啊！ 我操！我已经乱了，真的，玩不来了。啊，好难受，真的，这把妈该赢的。 已经乱了，真的感觉这把该赢了局，哇，难受，真难受。